在家也可以练的，超简单的剑术小技巧来了，走，跟我练去。开始教学，首先右手反向背剑，这个剑尖啊向外面去甩啊，在甩的过程当中，这个食指卡住啊剑格的另外一侧啊，就左边啊。好，先是背剑，好，向外甩，好，再来一次，向外甩。好，在这个甩的过程当中，它做外挽花哈，做外挽花。好，大拇指和手把它反向握住，哎，这个剑你看就过来了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好，手指外甩画圆，大拇指扣剑过来了。好，再来，外甩，大拇指抓剑，扣剑，立剑。好，我们连起来哦。走你，再来一次。走你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温馨提示来了，今天没有温馨提示，熟能生巧，慢慢练吧，下期见。